今天最精彩的一幕就是，杨九郎现场卸妆。好，老肖已经开始 DIY 了。我来了。DIY 了。第一季的时候，我是这个 DIY 的角色。对。啊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啊！ 我们那边有句话叫“三秒落地，三秒不算账”。哎，你们快尝尝这个，这特别好。好好吃！哇，那个太好吃了。 这好好吃，哎，你把这个剩下的浇进去。现在这个是红烧肉的酱汁。红烧肉。哇哦！哇哦！老师，嗯，有个问题啊，哎，那杭州人为什么这么爱吃面呢？ 就是在很久以前的时候，大家为了说可能是妈。 妈，妈，啊！<笑>你来答应我了。<笑>我跟你讲，这个比这个好。吃一百倍。你不知道怎么形容，这个好，你去站，我先马上立刻。我不夸张。好。这不没关系，没事，我可以很自然的再接下去。太好吃，怎么说？品鉴一口。 你们俩这么想家吗？你们俩完全是想。好不好吃？说实话，说实话，它的汤甜咸甜咸，但是那个甜咸的味道，那个度是刚刚好。对。来吧，包子一重新 Q， 重新 Q。那罗老师，哎，那为什么有很多杭州人都喜欢吃面呢？其实我之前也很疑惑，所以后面去查了一下，发现。 我生气了，别生气，没开。我只是还在这个情绪里面，对不起。我准备好了新的词，我用不着了。包子，再问一遍。